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简讯。日本外相宣布追加提供台湾100万剂 AZ 疫苗。中共建党会址旁地铁站悄悄改名，周边戒备加强。24秒事发影片曝光，迈阿密大楼崩塌，逾90人失联。布林肯转抵法国访问，将会晤法国总统马克宏。